运动，一种涉及体力和技巧的由于考规格或习惯所约束的活动，通常具有竞争性。运动是认知的固有性质和存在方式，物质所固有的根本属性，没有不运动的物质，也没有离开物质的运动。运动具受动性，即运动既不能被创造又不能被消灭，一定体形式和适度大的一切互相转化，再转化成运动增量不变。
运动既不能被创造又不能被消灭，一定提醒是和是多样的，并且互相转化，在转化中运动能量不变，